要骨头汤，现在骨头汤已经弄热了，哦，就是用猪那个德国猪脚的骨头，好，然后呢放进山药，就所谓的山药骨头汤。刚刚已经有放姜丝了，好，所以我们再放山药进去，就所谓的山药骨头汤。放点白菜，会吸一下。丢一颗蛋进去，让它提味。盖起来，让它尽快的热起来。好，那在煮的同时，我们先暂停一下，等到快好的时候，我们再继续拍。好，炖好了，我们要加盐巴，大概这个这样的量。好，把它转一转，盐巴放进之后，再让它30秒钟，我们就可以收锅了。再10秒钟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山药骨头汤，耶！汤哪种？别给我关火，再跟你讲一遍。你不关火，我还没关掉，你不讲话，录进去了，有按不掉。